大家好，我是主播琪琪，欢迎大家来到大波奇娱乐频道。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，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。谢谢大家。郭碧婷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女生，虽然自己是一个女明星，但是时刻没有把自己当明星，尤其是在节目中，大家也能看到她收养很多流浪狗，而且都是亲自处理粪便。单凭这一点，很多女生都是做不到的。在跟向佐商谈养宠物这件事上，看得出她多有爱心。在两人商谈的时候，细心的网友也能注意到郭碧婷穿的鞋子，因为她跟向佐是坐在地上上，所以一直是抬着脚的状态。所以细心的网友也能注意到郭碧婷穿的鞋子，身高170的郭碧婷穿的鞋子很大，目测感觉像是39码的鞋子。但是当镜头扫过那一刻，其实也就是38码左右，但是在女生中也算很大的了。你们感觉过郭碧婷穿38码的鞋子是不是脚很大呢？在视频下方留言吧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奇娱乐频道，请您订阅吧，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哟，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奇娱乐的更新了，一定要记住订阅琪琪哟。